大家好，我是何海燕，我来自广东清远市。那非常有幸在今年的10月份用上凯利公司的产品。我在9月下旬的时候，诊断有一个腺体囊肿，大约好像鸡蛋般大小。然后当时候医生就说7到15天成熟之后就直接手术。那我当时也已经计划着一个住院手术把它去掉，那也非常幸运哈，我的朋友就推荐我尝试一下用凯利公司的产品，我也相信我朋友，所以就用上了，大约用了1个多月，就是用了清气片，还有 NMN，还有脑力健这些产品我都一起用。然后大约1个多月，那个囊肿就小了很多，好像绿豆般大小了，我就很开心。然后我就坚持继续用，大约去到2个多月，3个月不到，那个囊肿就完全消失了，我觉得很惊讶。另外一个我用产品的感受就是，平时我跑步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来不到气的感觉，但是用了1个多月之后，有一天我去跑步，哎，突然感觉轻松很多。我整一个跑步的过程，跟我儿子在聊天，边跑边聊天，然后跑了几圈之后，哎，发现怎么比以前轻松那么多？这个就是我用凯利产品的一种感觉，就感觉年轻很多，轻很多哈。那我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用清气，用1粒用喝这个清气水，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，饭前我也用这个清气水喝一杯，喝上一杯清气水，然后到了1点左右，我就吃1粒那个NMN 一天吃2粒吧，分开时间段吃。然后三餐之前空腹之前，我也用上益生菌，一包益生菌。到晚上睡觉之前，我就用两就吃2颗脑力健，就这样子的一个用量。那非常非常感谢能够遇上凯利平台吃上凯利公司的产品，自受益很多。家里人也用上了，也受益非常多，非常感谢。